你把那个给我多点水，OK。嗯，要得。这个是，你把那面那个东西给我拆下来，给我给你展示一下那个。嗯，那广电开关啊？不是。啥专业？就是那边档那个，哎，他那边。要得要得。档那个，我那边有，哎，不是。我来收嘛，给我拆过来。好的，那我怕一时半会儿不行，不来，晓得不？就是挡了就把它敲好了，因为它那个比不得慢，速度快的话，它距离像那种有时候放上去没放的没放的合适，是不是嘛？嗯。以前嘛，我那个那边拆拆过来。嗯。哎，那没达标了，电动怎么没达标呢？日间放的太急。啊？没事，放的太急。